进化后的皇家巨人。呀，不太好办呀。哎呀！狂暴一开，家具捡黄毛，之前都是黄毛捡家具啊，给你来一波家具捡黄毛。顺便发个表情啊，发挥一下这个游戏的魅力。带大小皮卡，小皮卡没有用，小皮卡会被弹开，家具还是能打很多炮，没有用小皮卡。你看又来了，这多恶心！看对面怎么守，他现在不够费用啊，所以我们没有着急下。这个时候快过费用的时候，一个火球直接预判他的黄毛。你干嘛？这墓碑有啥用啊？不能都被震掉了。